testing。嗱，講真啦，你口罩，你咁樣戴法咧，對大家都冇處嘅真係。你有可能會感染警察，我自己有冇嗰個警察通知到警察啊？我唔係跟住警察打翻佢啦。我做我入行做嘢嗰陣時候，嗰啲警察過嚟，我叫人差我，我你揾到個㗎，警察到咩？要警察過嚟打翻佢，打對你嘅好事啊！係啦，佢有 CA 啊，你再影啊，咪影。我影啊，嗰啲攞啊，就係俾你啊。陳生有特權嘅。佢唔使，唔係佢唔需要，佢就係佢唯一佢唔需要專登攞大嘅。歡迎大家收睇呢一節嘅香港警察嘅社交媒體嘅直播。咁一畫面見到咧，就我哋見到有咧就係傳媒工作嘅人士。咁咧佢亦都咧就係同警方咧就係喺較早時間咧一路嚟理論啦。原因咧就係咧佢就係想去到一個採訪咧有利嘅位置，但係咧其實就嗰個位置咧確切就喺我哋警隊嘅封鎖線之內嘅。咁喺畫面裡面都見到啦。咁啊呢位人士咧，佢個鼻咧係冇呢個口罩去覆蓋嘅。咁喺呢個疫情咧嚴明嘅情況之下咧，如果你唔能夠有效咧咁樣去到遮蓋你嘅口鼻咧，避免啲飛沫咧去到傳染翻現場嘅人士咧，咁呢個口罩嘅保護咧其實係大家都知唔同虛設嘅。咁所以咧，警方咧就係呼籲群眾咧，其實喺呢一個疫情嘅期間咧，就係要停止任何嘅喺公眾地方嘅集結嘅群眾嘅行為啦，並且咧就係要注意翻咧個人嘅衞生嘅。咁我哋又見到咧畫面上面呢位人士咧，佢哋嘅口罩咧又未能夠咧有效咁樣覆蓋佢嘅口鼻啦。咁其實喺咁嘅疫情肆虐嘅期間咧，佢嘅保護措施咧就形同虛設，並且咧就係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到佢嘅身邊人啦，以及咧就喺現場裡面咧執法嘅警方嘅。全部都有，朋友多謝合作啊！多謝黃文生老師先啊！即係嚟緊會要行翻，咁啊，暫時冇俾佢哋行。
我都已經諗住可以做完所有香港。
咗票控。喺大概晏昼五点，元朗嘅迎点商场入边，亦都有群众叫喊住一啲违反咗港区国安法嘅口号。警方于是即刻向群众举起咗纸旗，同埋发出警告，要求叫嚣嘅群众即刻停止有关嘅违法行为，否则有可能会被拘捕同埋刑事检控。而喺我身处嘅地方，大概晚上嘅六点，有四位区议员继续无视咗疫情嘅肆虐，发起咗游行，严重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同埋其他人嘅卫生同埋佢哋嘅健康。而期间亦都有个别嘅传媒工作者情绪激动，多次唔理会卫生，拉低口罩同警方近距离咁样理论。情况系极唔之理想，尤其喺疫情严明嘅时候，呢个行为系极之危险。其实警方同埋传媒嘅关系建基于互相尊重之上，所以警方希望传媒工作者采访之余，亦都要尊重其他人，特别喺疫情严明嘅时候，更加要注意个人嘅卫生，一齐为抗疫出一分力。你再舉一你手勢啊！阿Sam，呢兩個交俾你，我過去就後場，交俾你啦，好嘛？係，而家呢個行為咧，再引起其他公眾人士咧，關門啦！你任何嘅，佢哋嘅朋友，唔好整個平地先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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